碎纹鲨，一种生活在印度尼西亚东部海域的伪装大师。它上下颚的碎纹就像小型珊瑚一样，能够有效地融入周围的礁石环境中，然后伏击过往的猎物。通常情况下，它喜欢埋伏在礁石缝隙和洞穴的入口处，这也是小型鱼类经常躲藏的地方。仅仅是伪装的话，还不足以吸引过往的鱼类，他们会缓慢地摇动自己的尾鳍，告诉那些鱼类这里很安全。它的尾鳍就像一片巨大的藻叶，很快地就吸引过来一群鱼类。当猎物渐渐靠近它的时候，碎纹鲨的精神开始高度集中起来。它的捕食可以在电光火石之间完成，速度之快，其他的鱼类甚至都没有发现它的存在。这是生活在深海的格陵兰鲨，一种新陈代谢缓慢的鲨鱼，也是最长寿的鲨鱼之一。它的眼睛上寄生着一种桡足类的寄生虫，这种奇特的生物会以格陵兰鲨的眼睛为食，大多数的格陵兰鲨因此而失明。不过在深海的环境中，它们眼睛的作用并不大，觅食主要依靠嗅觉。